二天，剑僧，努努，有没有骰子？骰一个。来个啥呢？螃蟹特别狠，螃蟹呀、啊。来马吧，螃蟹。西部魔影。螃蟹这么点，就这么点。假修巨酒黑切，哎，这些懒懒汉的鸟居很美味。哎，那我就不戴耳机了。哦，终于来客人了！终于来客人。如果他们能明白成功的真相，我就不用撬开他们的头盖骨硬断了。嘚儿！小心！嘚儿！起！哎呀，我操！先杀剑魔呀！哎！哎哎！谁挖抓 Q 啊？建模要挖爪子，事儿啊！他们的下场都刻在了我的肉里。我感觉我应该带个疾法，不应该带闪现。回来吧你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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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起！嘚儿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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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先出巨酒是吧？那为什么不先出黑切呢？我操！你还上啊？那牛啊！
回来吧你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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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起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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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滋滋。回！嘟嘟嘟嘟嘟嘟嘟！我操，坏了！还行，可以决胜。酗酒了。哎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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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行，打死了，可以接受，来个水银海，再试试吧。去！啊！怎么样？算了，不上了。这个小法师有点烦人啊。小法师有点克我。我并不是在深渊下重生的，我只是拒绝了死亡。有点脆呀，我操！一闪失败了，怎么着？不行啊，我们家让人按地板上杀呀，因为我们家没有 ADC 你知道吧，没有远程英雄，我们家全是近战。起！拖到后边追着 AD 杀，那得能拖到啊！有点难打呀。他妈我都动不了。我非常怀念你。我发现我们家铁男好像没放过大招。滋滋，好！宫廷压榨的城市，怎么样？有点厉害了啊！
起。完了。没事，这波属于正常死亡，可以接受。这没办法，上去打一套得了。哎，上的有点快啊。无敌了，没事，给他一个。再来个黑切，出个大影魔刀。秒了，这小法啊，你的了，剑圣阿尔法兔，哇，信哥太猛了吧，信哥，我滋了，哎呀，我操，碎屑会弄脏挖掘场的。这块冰太古怪了。哎，完了，自歪了，我过来杀这个，杀这个帅爷，起，哎，我们家好像无敌了。他们会变得更强大，前提是他们能活下来。起，来点护甲，再来点魔抗，我们就是行走的炮台。
怎么这么脆呀、啊、我操，什么伤害呀、啊，看你的剑圣，没事，看我的吧。我操，这福耶哥伤害有点高啊。落败神分。福耶哥什么垃圾装备？我四件半呢。我四件，我将近五件啊，我操，我打不过他。完了，我死了。哎，咋没有兵线？有兵线。这干不过呀，按你的了，剑尖儿。小法师，嘚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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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我需要一个反甲了，拉里边去基地不没了吗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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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英雄也得拉，不太行事儿啊。不好意思，兄弟们。没能带领你们走向胜利，我来一把二百二。